昏昭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已故明史专家陈梧桐历史文献《崇祯勤政的亡国君》。本书原名《崇祯往事：明帝国最后的图景》，二零一六年出版，二零二三年再版改现名，让你看懂崇祯皇帝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敬请点击订阅。 收听全集。第五章，温体仁的得宠与垮台。第一节，会推革臣事件与党争的复起。明思宗在即大统之前，对万历中期以来的党争多少已有耳闻，深知这种门户之争对朝政的深刻影响。他就帝位后，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年）正月，御史罗元斌又上书指出，国家之所以不得其理。 无实心任识之臣，是门户之争在作祟。当今之事，不仅应革除借门户以固一党之弊，也应革除借门户以报同党之端。明思宗表示加纳。同月，他在一道谕旨中明确表示：分门别户以非至争，要求群臣化异为同，天下为公，京城团结，共同致力于中兴之治。崇祯二年三月，钦定逆案。 颁布后十天，布科几十中解学龙上书弹劾济镇巡抚王英志克享激变。明思宗见书中有王英志系魏党私人等语，非常反感，批评说：“应志克享虐兵，罪在不赦，何必又引魏党所思？”明末的党争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曾积极鼓励臣民建政，说：“忠臣爱君。” 党言为国，盖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又说，臣不见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见，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信，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当时有不少耿介正直之士，遵照明太祖的谕旨。 曾对他的某些错误决策提出见证，甚至不惜为此献出自己的性命。此后，直言见证便成为明代世子的一种传统。每当有昏庸的皇帝在位，就常有正直的大臣敢于冒杀身之祸，犯言直谏，要求革新朝政，改弦更张。酒色财气俱全的明神宗亲政不久，就懒于上朝，而勤于搜刮，把朝政搞得一团糟。 陈留更是分起见证，并逐步发展成激烈的党争。以东林党人为一方的清流派，与以宣、昆、齐、楚这诸党为另一方的浊流派，围绕一系列政治事件展开长期的争斗。前者多为敢言直谏的政治之士，他们为国家社稷的安危，要求重振清明之治，体恤民末；后者多为阿顺明神宗旨意的邪恶之徒。 他们往往不问是非曲直，处处看明神宗及其宠信的阁臣与宦官的眼色行事，以谋一己之私利。但东林党人过分依赖皇帝，热衷于宫廷斗争，结果导致愿望的落空而陷于失败。后来得到东林党人支持的明光宗继位，着用东林党人入阁，为天启初年的重政营朝创造了条件。 但天启朝的明熹宗却是一位昏庸的君主，继位不久，宦官势力迅速膨胀，齐楚浙主党纷,纷纷投靠魏忠贤，结成阉党集团。东林党人随即遭受严重的迫害和打击。明思宗继位之后，虽然铲除阉党，钦定议案，并未遭到迫害的东林党人平反昭雪，但并未将阉党一网打尽。 东林党人势必要求继续清除阉党余孽，而阉党余孽又力图翻阉党之案，双方的斗争必将继续下去，这不是一纸禁令所能制止的。明思宗没有看到党争产生的深刻社会根源，不能抓住其症结，正确的加以引导和解决，反而由于自己的猜忌多疑、刚愎自用、不辨是非，亲自介入党争，支持所谓。 孤立无援，也即所谓无党无派的奸佞之徒，从而导致党争的复炽。明思宗刚继位时，为了稳住魏忠贤，对其安插的内阁辅臣未加触动，继续留任。随着清除阉党工作的深入开展，多名与阉党有染的辅臣陆续致仕。到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年）时，约内阁只剩下周道登、李彪、乾隆熙三名辅臣。 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年），被排挤出阁的韩卢虽已下诏召回，但尚未到任。明思宗决定乘机改组内阁，命令部提出会推增补辅臣的候选人名单。消息一传出，各派势力立即四处活动，力求进入会推名单，得到皇上的点用，给予辅臣之职。活动最为积极的首推周延儒。周延儒，字玉绳，常州宜兴人。 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会氏与殿试皆名列第一，受翰林院编修。天启年间，先后掌管过司经局、南京翰林院。明思宗即位后，着礼部右侍郎。他生性精敏，善于窥夺皇上的旨意。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年）冬，锦州守军因欠饷发动兵变，都师袁崇焕请求发放军饷。 明思宗问众大臣如何处理，诸臣知道国库已无银可支，但皇家私库内府有钱，一致请求皇上从私库拨出银两支付军饷。周延儒深知明思宗是个吝啬的小气鬼，便说：“关门以往只防御外敌，现今还要防备内部的叛军。宁远哗变，发给军饷；锦州哗变，再发军饷，各个边镇就会群起效仿。” 引起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明思宗又问：“那怎么办？”他答道：“事情紧迫，想不得不发，但终究还得寻求一种经久之策。”明思宗点头称是，并降旨七责群臣。过了几天，又单独召见周延儒，询问有何经久之策。周延儒答道：“想莫如素，山海关并不缺素，缺的是银子，为何发生哗变？” 其中必有隐情，安知不是交变挑唆、煽动以胁迫原都师乎？必须揪出幕后挑唆、煽动哗变的交变，加以严惩，才能彻底平息事端。明思宗觉得他的眼光高于群臣，开始对他另眼看待，他也洋洋自得，眼睛紧盯着内阁辅臣的位置，不仅极力巴结外戚如郑贵妃的侄子郑养性。 明神宗的妹婿万伟和东厂头目唐文征以为内援，而且花费八万两银子买通内廷，排挤东林党人。他认为自己既已被皇上看中，又有证，万唐的内援以及内廷的支持，被列入会推名单肯定是十拿九稳。另一个谋求辅臣职位的人物是钱谦益，钱谦益字受之，号木斋，苏州常熟人。 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零年），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博学，工辞章。二十九岁，典中探花后，即结交叶向高以及孙承宗、高攀龙、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道周、文震孟等东林名流，往来密切。后来，东林名士纷纷,纷遭到阉党迫害而致死，他也遭到阉党的攻击而罢归。 俨然成为江南东林的首领。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年），起复故官。不过，几月生至礼部右侍郎，以他的资望与才学，被列入阁臣的会推名单，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但钱谦益的同乡及门生、户科给事中瞿世四看到名思宗高看周延儒，担心他若与自己的老师同列会推名单，可能被皇上看中。 对自己的老师不利于是便极力阻止周彦如进入会推名单。当时的吏部尚书王永光是由于瞿氏嗣的推荐，于五月间由礼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的，但因与阉党有染，政度门起修势在必去，御史梁子凡上书请求用吏部侍郎张凤强代为主持媒补及会推之事。瞿氏嗣尚书反对，主张仍由王永光主持此事。 戴士弼在听其离职这个请求得到批准，他又私下叮嘱王永光，将周延儒摒弃在名单之外，而将钱谦益列为名单的第二位。十一月初三日，吏部遵照明思宗的命令，提出了一份十一人的名单，依次排列是：吏部左侍郎程继命，礼部右侍郎钱谦益，郑一伟，尚书李腾芳，孙慎行。 何如宠、薛三省、程以宏、礼部右侍郎罗玉义、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变，这份会推名单一宣布，立即引起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和礼部尚书温体仁的强烈不满。周延儒暗中散布流言蜚语，称此番围补都是钱谦益一党所把持。明思宗御史名单见其中没有他高看的周延儒名字。 也听信周延儒的流言，怀疑廷臣结党营私。温体仁见状，遂上书公开挑起党争。温体仁，字长卿，湖州吴城人。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年）举进士，累官至礼部侍郎。崇祯初年任礼部尚书。他为人外表取景，而内里猛志，机身刺骨，此次会推阁臣，他身为礼部尚书，也志在必得。 但因资望不高，加以其作诗沈一贯于万历年间担任辅臣一三年，首府四年，政声不佳，因而未能被列入会推名单。他知道明思宗记恨臣下结党，又听信周延儒说此番没补皆是钱谦益一党所把持的流言，决定在“结党”二字上大做文章，彻底扳倒钱谦益。于是便在十一月初五日地上。 十八盖世神奸书，攻击钱谦益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作为关节受贿，指的是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钱谦益以翰林院编修身份主持浙江乡试时发生的事件。当时，金宝元和徐世民两个奸人假冒钱谦益的名义，策划了一场科场舞弊案。 他们采用科场屡见的舞弊手段，欲捏字眼，假称关节卖给应试的士子，欲以中举后取长。有个叫钱千秋的读书人，花了两千两银子买到一招平步上青云的七字关节，他将这七个字置于应试文章每个段落的末尾，考官据此判断此考生已买了关节，便于录取。发榜时，钱千秋果然终是而成举人。 钱谦益被蒙在鼓里，茫然不察。但金宝元和徐时敏却因分赃不匀，将此事抖了出来。这党的韩敬，当初与钱谦益同时参加殿试，因为巴结宫中的大太监，得了头名状元。钱谦益只中第三名探花。后来钱谦益在三年经查时，便借故将韩敏革职，从此两人结下深仇。他听到钱谦益关节受贿的消息。 立即派人到北京大肆宣扬，并联络理科给事中顾其人查阅试卷，寻找证据，据书弹劾。恰好钱千秋已到北京参加会试，钱千益一问，果然属实，只好上书检举金徐与钱千秋的舞弊行为。刑部审讯结案，将金徐钱三人皆发遣燕仗地面充军。后来今，金徐据于死狱中。 钱谦秋发往东胜，又为充军。钱谦益与本房事官郑吕强却不知情，以失于觉察，罚俸三个月。温体仁的奏疏之所以将七年前早已查明真相并作出判决的所谓关节受贿案重新提出，旨在证明钱谦益时神间结党，欺君罔上，没有被提名为辅臣候选人的资格。 现在由他把持媒补，必然是想让谁做官就让谁做官，想推举谁就推举谁，以此来激怒明思宗。明思宗既已听进周延儒关于此番媒补都是钱谦益一党所把持的谗言，看过温体仁的奏疏，更进一步加深了对钱谦益的怀疑。第二天便召对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大臣。 翰林院祭主官、科道掌印官、锦衣卫堂上官等，让温体仁与钱谦益当面对质。对质在文华殿进行。明思宗先问温体仁：“爱卿参奏钱谦益受钱谦秋贿，结党欺君之罪，可是实情吗？”温体仁答道：“字字属实。”又问：“奏书中说钱谦益想让谁当官就让谁当官，想推举谁就推举谁，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说：“此番围捕都是钱谦益把持，钱千秋案件不曾结案，钱谦益就不该启用。如今围捕就不该推举他这种人。”明思宗转而问钱谦益：“温体人身做爱卿的事，可是真的吗？”钱谦益书生气十足，不是理直气壮的说出此事早已结案，自己并未参与其中，只是犯了失察的过错，而是先自我批评一番。 说臣才品卑下，学问荒疏，滥竽会推之列。处非奇聚，温体人深沉极当，但钱千秋之事关系到臣的名节，不容不便，此事刑部早已勘问明白，现有案卷可查。吏部尚书王永光和吏科都给事中张允如都证明已经结案，但温体仁仍坚持不曾结案。但明思宗命人到理部取当年试卷。 到刑部取审讯案卷，对峙暂时停止。取来礼部试卷和刑部案卷之后，对峙继续进行。明思宗问温体仁奏书中所说的“神奸结党”，奸党是谁？温体仁先是答说钱谦益之党甚多，不敢进言。接着又指责负责主持媒捕的吏部官员和科道官与钱谦益结党。 继而又说替钱谦益辩解的辅臣也是钱谦益的同党。张允如愤怒的反驳说：“党之一字，从来小人所以现君子，皆是这等说。臣犹记得当日魏广威玉烛赵南星，陈于庭、诸臣于会推吏部尚书汪应蛟、刑部尚书乔允生缺，使魏忠贤加一党字进行消夺，大抵小人为公论所不容。” 将公论之所归者，指之为党，流传至今，为小人害君子榜样。明思宗一听，认为这话等于把他这位皇上比作了魏忠贤，喝令锦衣卫把张允如逐出文华殿。文华殿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温体仁又火上浇油，指责吏部尚书王永光操控此次美捕。明思宗问王永光，这次会推推出钱千亿，是公还是不公？ 王永光回答：“吏部是从公会推，至于结党，臣实不知。”参与会推的御史王可壮也说：“臣等都是公义。明思宗只知道：“推这等人，还说是公义，他要在场的大臣表态。辅臣李彪、乾隆熙说：“关节之事与钱谦益无干。”温体仁立即奏曰：“分明满朝都是谦益一党，臣受四朝之欲中愤所激。” 不容不言，关节是真。若不受贿，如何得忠？李彪、乾隆熙一听温体仁把他们都说是钱谦益一党，回答说：“钱谦秋的是钱字已经招问明白。”不料正在气头上的明思宗却说：“朝野闪烁，不可凭据。”一直未曾吭声的周延儒即刻站出来附和，配合温体仁表演一场双簧。他说：“钱谦秋一案关节是真，现有招案。” 朱卷已经预览祥明关节已有的句，不必又问朱臣。明思宗又问众臣：“朕这九卿科道会推，便推这样人，就是会议。今后要公，如会议不公，不如不会议。卿等如何不奏？”周延如顺着杆子往上爬，进一步奏曰：“大凡会议会推，只是相言故套，元武许多人，只是一两个把持住了。” 诸人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也不行，徒是言出而祸随。明思宗抬眼望去，问明直明知是周延儒，点头称赞说：“只有这官奏了几句。”温体仁见周延儒受到表扬，也使出以退为进的策略，谦恭的奏道：“臣洁身孤立，满朝俱是千亿之党，臣书既出，不为千亿恨臣，凡千亿之党，无不恨臣。” 臣一身岂能当众怒？臣刀九裂，清之末不忍剑上交劳于上。诸臣皆不以戒慎为念，不得不参。恳请皇上罢臣归礼，以避凶锋。明思宗王家挽留，既为国，何间何必求拒？经过一天的所谓对峙，钱谦益关节受贿之事似乎就成为证据确凿的定案。第二天，明思宗传下圣旨，钱谦益既有议论。 这回籍听刊，钱谦秋法司提问，并令张允如、王可状各具书认罪。徐世嗣、梁子房各具书回话，据着将三级条外用。事后，对钱谦秋事件重新进行审理，证明所谓钱谦益关节受贿查无实据，他的过错在于失察。廷臣愤愤不平，纷纷上书抨击挑起事端的温体仁。 御史黄宗昌弹劾温体仁热衷于美补，欲以结党二字破先前公论之不语，且前后来言路之多口。新任吏科给事中沈维炳上书指出，廷臣中有公事公非之异同，不能一概斥之为党。四川道御史王相上书指出，温体仁欲以党字堵塞言官之口，预先为日后深究前千亿者扣上结党的大帽子。 那么不就钱千亿，不攻温体仁者，岂不都成为温体仁之党？江西道御史毛九华还上书揭罢温体仁。居家时曾一买商人木材，商人告到官府，温体仁向崔成秀行贿，才免于被追究。阉党分子在杭州为魏,魏忠贤建生祠，温体仁还写诗为魏忠贤歌功颂德。明思宗看过毛九华的奏书。 要他讲讲具体事实。毛九华在奏说，自己入京途中，曾在文安县的书店买到一本温体仁为当的诗册。原来，阉党的亲信在杭州为魏,魏忠贤建祠迎像时，温体仁父子匍匐前驱，附诗赞颂，诗中有“皈衣、朱雀、宫殿”之类见你不伦的字句，并特地刊刻绘图呈送魏忠贤。后来魏忠贤被抄家时。 失策散落于民间。陈鼎京又得知温体人在原籍屋城县用五百两银子强买商人价值三千两银子的木材，商人向东厂投诉，温体人向崔承秀行贿，才免于被追究。接着，贵州到御史任赞化也上书揭发温体人取昌妓尼瑞为妾，纵容其父尼四从事海上走私贸易，被推官毛世龙擒获。 温体仁怕牵连自己，又贿赂狱卒，杀掉倪子灭口。温体仁见言官弹劾他的奏疏如雪片似的纷至沓来，坐立不安。他急忙向明思宗上书，说他因为弹劾钱谦益而招致言官的攻击，却无一人站出来替他说话，臣孤立可见，以表明自己确实无党。他要求与毛九华当面对质。 以澄清事实。此时，明思宗正忙于钦定逆案，无暇顾及。待到钦定逆案的谕旨颁布之后，才于崇祯二年,年（一六二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在文华殿召对内阁、五府、六部及科道诸大臣，让温体仁与毛九华、任赞化等言官当面对质。这次对质，明思宗采取袒护被告温体仁的态度，让他首先发言。 温体仁鼓动他的如簧之舌，抢先发动进攻，变被动为主动。他说：“臣若一心未当，此时必以手书为治，万无木刻之理。既系木刻，必流传广布。即有九华得知途中，而京师反无别策。皇上试问九华：此是臣刻的，还是他人刻的？若臣自刻，必无此理；若但以刻木为据，则克将遍满兜门。” 以前千亿之力，何所不可假捏？明思宗竟认为他说的有理，问毛九华：“此策从何处得来？”答曰：“辰时八月中买字途间。”再问：“八月中得的，为何至今才发？”答：“臣十月考选，十一月才到任，不敢造次拒书。”又问：“你这册页是何人刻的？”答曰：“温体仁既有诗，有刻的，便有卖的。” 臣即可买，至于何人所刻，臣何从问之？温体仁抓住这句话，一口咬定九华唯恐说册页是京师得的，便可查；只说是途中得的，无处可查了。接着，明思宗转换话题，询问毛九华书中所说温体仁压价强买商人木材的事。温体仁辩解说，臣未尝买木头，若是强骗商人之木。 商人何不告到巡抚、巡案？此事乃无端诬告。毛九华指出，此事没有告到府案，因为府案不能带商人申冤，否则他怎会告到魏忠贤那里？温体仁又辩解道：商人如果告到东厂，容易调查。但这些年清查阉党不遗余力，陈若有此事，怎么两三年之内不见有人告发我呢？明思宗见两人相持不下。 让辅臣表态。不久前刚到任的首辅韩卢对皇上的重新启用心怀感激，便揣摩皇上的心思，替明思宗说出想说而又不便说的话。温体仁平日坑坑自守，亦是有品望的，但因参论梅补一书，愤击过当，致犯众怒，所以诸臣攻他。温体仁听罢，又趁机说了一堆毛九华是钱谦益同党的话。 明思宗竟说温体仁也变的是完全肯定了温体仁对毛九华的答辩，而后话题转到任赞化奏疏的对峙上面。对峙之前，明思宗先对辅臣说：“言官言事自有大体，任赞化指责温体仁取昌为妾，这是何等话？如何在这面前谢言独奏？”实际上给对峙定了调子，然后质问任赞化、毛九华参论温体仁一诗。 尚且不真，你如何又参他许多无根之言？且谢言在阵前独奏，人赞话只得认罪。臣一时偶失检点，出言粗率，臣有罪。但他仍坚持书中揭露温体仁丑行的事实，说陈书中所论事体，皆臣采访，十分准确，才敢入告。明思宗问温体仁：“卿怎么说？”温体仁坚决否认许昌之事。 说臣从无此女，我与海宁陈雨娇结成儿女姻家，一查便可明白。人赞话说，温体仁是浙江人，臣是山西人，如何晓得陈雨娇的名字？说他娶昌妓为妾，京师万口宣传，臣之知之。温体仁抓住他的破绽，责问道：你先说采访准确，如何又说是传闻？人赞话便道：闻言入告，臣之执掌。 皇上旨下九卿科道会堪，如一言不实，臣干罪。明思宗厉声喝道：“朕自有见才，你如何敢独奏？”在明思宗的袒护之下，这场对峙又以温体仁的胜利而告终。傍晚时分，殿内点亮明灯，照对续续进行。明思宗与辅臣谈了北方的边防问题后，又提起今日的对峙之事，对首辅韩流说：“经见他。” 指言官何曾有国家的意思？若时时为国为民，为封疆为生民，朕自看得出来。如今定有一件私意，方才上本。方今是何时？东西交警，南北用兵，不忧国，只是分文立户。却说什么党什么东林，何一国事家情？明思宗这句话表达了他对言官弹劾温体仁的不满。 但他忘了挑起这场争论的恰恰是他所支持的温体仁，而给对手扣上结党大帽子的恰恰也是温体仁。温体仁与毛九华、任赞化的对峙结束后，明思宗下令逮捕钱千秋，命三法司再审。在刑部的重刑之下，钱千秋的供词仍与原先毫无二致。温体仁再次上书弹劾三法司官员，希望御此进出钱谦益之手。 参与会审的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兴民以及太仆寺卿蒋允仪、几世中陶崇道及御史吴申、樊尚景、刘廷佐等纷纷上书指出，审理钱千秋时有几千人在场观听，绝不是一只手一张嘴能够掩盖的了的。但明思宗还是把钱千益革职闲住，而钱千秋经不起酷刑，死在狱中。 行死在狱中，行死在狱中，行死在狱。